如何加强四五指的练习？我们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手啊，我们的手来讲的话，其实呢，四五指大家可以试着独立去动下四五指，发现很难，对不对？基本上它是联动的。那么呢，如何加强四五指的练习呢？首先我们要强调的是什么？就是说这个概念的第一个重点是我们要加强的独立性。所以说呢，我们在平时的练习过程中，大家可以去做一个什么样的练习？比如说，就是我们离琴啊，我们就可以这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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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这样。对，就是没有琴的时候啊。好，然后呢，老师个人的建议呢，如果你要想加强四五指呢，你可以什么呀？举个例子，哆来咪发嗦，OK，按住，然后干嘛？一哒哒哒哒哒哒哒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四指练好了干嘛呀？五指，一二三四，一二三四，好，然后再这样，一二三四，好，然后呢，这是第一个练习啊，就是呢，我在保持这三个手，一二三指。不动的情况下去动四五指。好，第二个练习是什么？第二个练习我可以去做一个四指的单独的跳音，就这样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好，然后五指跳音，哒哒哒哒哒哒哒。然后呢，第三个练习我们可以这个样子，我们去单独做一个就是什么四五指的一个颤音，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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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看你最快能够弹到多快？你当然不要一下子这样加上去啊，你就要慢慢的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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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然后慢慢的这样加上去。然后呢，最后一个练习哈，我们可以是这个样子，就是呢，我们去把四五指弹成一个和弦，这样子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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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练一下它的这个四五指的一个整体的支撑力啊，就是变成一个和弦嘛，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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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然后呢，你在练的过程中，你可以这样啊，你可以就是把你的手指的整个的侧重力啊，就是这样往这边偏，往四五指的方向偏，让四五指更有力，那这样子。关注公众号，添加课程顾问，领取免费乐谱和一对一体验课。